最近推出东风的戏剧，给内容引起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关注。精神疾病是一种慢性病，患者因为太浓的功能之上，从头不久反高反弹，莫是坚持个讲不掉的拳头。我是讲做得早点发现，早点治疗，病情时得到稳定的控制。先别说卫生局老病房家属还有疗养者，你也提出了呼吁，向大家。我因为对精神疾病有不正确的认知，造成朋友在学习康复的机会，也希望外界多半记得时时的关怀。在精神科病房做护理时间有余，六年前发现自家做到视觉失调症，就系精神病的其中一种。佢治疗过后已经稳定控制了，然后咪继续在病房帮助很多嘅朋友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那个美东刀，我觉得可以拿来伤害我，或是伤害别人。然后我当有这当就是我发现我自己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可怕，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去看一下医生。前到精神病人老不卡人，就被无发现到症头，无做掉治疗，另外病人没冲突不能吃多动奇怪。我们不会对一个有心脏病的人或者有气喘的人，我们会给他排斥或者是疏离，甚至于说我们要保护他，不要让危险情境的发生。那精神疾病也是一样啊。其实我们最重要去污名化，还是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说，他们其实就是像慢性病一样。那所以我们会做宣导，认为精神病，同时每位受到身体环境老社会的影响，所以性别是卫生局的呼吁，平人记得寻找亲戚朋友老社会大众的支持理解，老记得做伴，享受康复两条路。客家新闻台面圈苏飞线性别报道。